哎，东南嘛，你说。东南对啊。对，那边，那边有出口吧？这个西北嘛。我觉得他那个照相馆感觉看着像是在商场里面。可是是里面的，我正佳广场是在这里的。他写的应该是在里面哦。哎，李总。问一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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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有的可以帮我打印照片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哇，太好了。那名片的话，就约你下午2点半过来公司，再上个简历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，美女。那我没照片，那我们先去打印。需要打印几张啊？好几张啊？好几张啊？哦 ，OK 啊 ，OK 啊。我找一下要打印什么。我一定要做一个，他们一定会请我的那个李丽啊。我觉得你好像交个相册过去一样。太多人已经找到2016年了，已经4年前了。对。可以打印了。要几张啊？各一张吗？各一张。Okay.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买衣服就是在这儿。拜托你帮我选一套。你想要什么风格？我想要颜色不要太深，然后看起来面试嘛，就看起来精神的，然后反正人见人爱，不要太厚啊衣服。我要求是看到我就觉得。我是美食专家。你可以啊。这个的话就没有。那你防晒啊。光宽松吗？所以阿猫。系啊系啊，冇咁宽松啊嘛，嗬，有背心都有埋，掂晒。OK 啊。呢啲就容易衬下啲啊。呢条咯，系嘛？呢条舒服好多，睇落去几舒服。系嘛？嗯。哇。好清晨啊！